对，我们后来发现好像高速公路比较快，快太多了。嗯，被关在地窖的感觉。手机，手机，不要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我们沙发。老师，那个我们有一个新有一個新的学员，抱歉，我坐姿体前弯是没有办法按下去的。家离新店捷运站大概多远？开车八分钟吧，六到八分钟。坐公车如果没有等，大概其实也十分钟内。但是你很多人坐到这边就已经觉得太远了，是已经有点靠山边了。对，我们在山边，后面就是山，跟你们一样。我们那时候一直租房子，之前有喜欢的地方，然后就租租看。然后那时候小孩生出来觉得太小了，我那个主卧连婴儿床都放不下去，而且那时候本来也没有想要买房子，那时候想说我们就租到底吧，就是租在杨北那边的房租已经快要可以付房贷了，所以后来就决定自己出来找房子。对啊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也是有先看，就到处看这样子，就包括杨北，杨北也有看，反正看不用钱，是免费下午茶。那你跳给我看，我是观众。哪个？这是麦克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轰。嗨，我是珍珍。现在来到的是 Rosie 跟 Fan 跟稀饭家。开始，开始。越来越奇怪了。首先，这边是玄关、餐厅跟客厅和溜滑梯。哇，这边有一个溜滑梯，它没有沙发，没有沙发。主卧，主卧里面有一个主位，身高170。嗯。客位，次卧，厨房，书房。哦，哎，他们家是三房，没有走道哎。没错，品效很好。啊。别墅。我们家这边的话是全幢35.5平，过完阳台我忘记了，好像22吧。建商是说两厅啊，但是就是连在一起。装潢预算的话，那时候抓60万，一开始一开始加到100万这样。玄关，玄关好。Rose一直说很想要有可以拍 OOTD 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就把。这边直接做成一个顶天的那个镜面，变相跟落电箱都就是放在这里面，所以它就是压就可以打开了这样子。有拍 OOTD 吗？没有，因为出门都是一种好了，我们要赶快出门了啦，走了啦，快一点。你的奶嘴呢？像我们过年的时候会买花放在这里，每个季节会换，但家里有一点点小小的不一样。这边很尖嘛，所以我们那时候都有特别去处理，是人会碰到的高度，我建议一定要做这种R9。我要用什么圣诞树啊，一些 deco， 然后需要用一些点，这边只要有一个插座，就会有很多的可能性，就可以装很多东西。那它锁把真的，你看它就可以完全利用这个高度，然后用这个就、哦、系统板拆，看起来像木工做的耶，真手把、啊，以前都还要再做一片板。然后那时候也觉得出门有个穿鞋也不错，就坐在这边。哦，结果后来是放很重啊，砰，好，放了就可以走了，就可以放在那里。是，你刚刚演的好自然哦。包裹示意图。这个包裹怎么动？一开始就有想好要利用这个柱子下的空间做一个工具柜，集成式的吸尘器。
然后为了它留好家跟插座，这边做活动层板，万一未来还有其他调整都可以再调。我们以前租房子的时候，椅子上很容易会长衣服出来。现在也会吗？现在不会。我们要保留一些东西给乌衣柜，所以乌衣柜也是在靠近门口的地方。哎，蛮大的，而且这个乌衣有点多哎。那我们现在来介绍餐厅，请不要拍脚。餐厅这边的话，因为这边的格局，它把两厅坐在一起，然后中间有一个超巨梁。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你都避不开它。但是它落在的位置刚好可以区隔厅跟走道，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把客餐厅坐在一起，让整个客厅感觉更通透、更大一点。有个大梁包起来之后，把它延伸拉过来，街上这边本来有一段空，不知道干嘛，然后做一个虚墙，然后可以这样顺着下来，就不会那么突兀。哦，餐具就都放在这边。对对，因为无印有卖这个，它就是这也是无印的，汤匙叉子也是无印的，这是我们家最无印的地方。最近很爱。好，爸爸帮你。这是 ending 吗？朱丽叶死掉了，没有跪下。原来还有剧情哦，是这样吗？那会有点好奇，就是为什么原本是不想要买房子？因为那时候我们觉得，你家人也在台北已经有房子，感觉好像不太需要再扛一个房贷这样子。但是后来觉得有小孩之后，还是要有一个自己的家比较舒服。然后我们又有点龟毛，就算是租的，我们也会。就想要稍微弄一下，就是说就觉得租房子这样每次都重来一次很烦。上任的房东他就是突然房子要卖掉，然后我们就一个月要搬走的。我觉得租房子最怕遇到这种事情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哇，有小孩好像承受不起这样子。这是女主人选的，我几乎决定了全部的事情，然后说好这个灯给她选，然后他就选了一个这个很漂亮搭在这个地方。这也是有一个要注意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全透明的，所以一般的灯泡装上去，整是亮到眼睛张不开。所以这个灯泡叫爱迪生灯泡，它瓦数亮度只有三瓦而已，然后所以它才能够直视，露出来也不会太亮。你们好像很怕光哎。我们可能有畏光。对，这个就是对讲机。这个不用，这个不用。欸、你超过170耶。你问我的头型是鸡蛋头型哦，涂一颗应该超过170吧。现在要来看客厅。我们客厅的最大原则就是不要看到任何线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全部没有线。我一开始的所有的管槽都已经留好了，一做好的时候就拉了四条HDMI 下去，对，然后这个桑巴的部分也是，我连这边这一条都不想看到，所以桑巴的线是走到下面再拉上来，所以这边有洗一个洞在下面，然后就是这边一定会有一只桑巴把它挡住，他要帮你把它移开，哎，不用，他要把线用给你看，不用不用不用，就是因为你才不能露出线，这个板子掀开之后就是潘朵拉的盒子。是很脏乱子，我的房间有很多潘朵拉的盒子哦。是挡板，系统板材。对，我请他切一块给我，我特别要求。这边就是我们的亲子馆的范围。你们的那个汤姆龙，好像那个罗西他有时候喜欢在客厅做瑜伽、啊，像上线上课什么，就会很没有空间。我老师你是有背肌的、欸。然后后来我们觉得，我们好像这几年也没有机会坐在这边好好看电视，就把沙发撤掉了，这是我们的沙发。因为这是他未来的床，好坐啊。好，看电视。你的沙发其实也是蛮大的哦。这样可以看电视啊。啊，你屁股翘高。你的屁股可以翘高。老师，我要不是棒棒三二，拿着，妈妈帮你拿。然后单手爬。爸爸帮你拿。这个攀爬架就是
让他可以在家里体能训练，放电用。所以我们很需要就是给他可以爬的东西，因为我们平常会在这边跟他一起看书，所以他很习惯就是自己想要拿什么书就会来这里看。态度不够，那是你不会拍、欸、我靠，接下来来到厨房区，里面每个都有留插座了，回路是独立的，比较不会跳电。我对机器人讲改为是真对，然后它有一个自己的狗洞，打完就自己回去，然后这边打开可以看到这边，所以抽开来之后后面就可以直接、哦、它最下面是可以利用这个空间来换水，这样子它上面平常也可以利用。但是像这个的话我就想好，所以这边就是用收纳盒收东西，就不会往下掉。厨房等一下这么乱真实的样子，真的吗？这边其实我没有特别什么装潢，建商附的就长这样子、嗯、这个地方不太适合再做一个系统柜，嗯，因为其实我们厨房是偏窄的。好，接下来是主卧，然后我们这边一样有留一个玄关柜 for 主卧的，这是两下面其实它也没办法再做什么柜体进去，就直接在这边做一个化妆镜、哦，然后那个拿出来这样，哦，这样子的话，这一块空间就可以有效的利用，不会完全因为这个量浪费掉。那些是什么？多功能室吗？哦，你会弹钢琴哦？为什么你只按两次？它可以按着，这就是电钢琴厉害的地方。这边的话，我们只有做一个地方就是做卧榻，这边的机灵地摆什么单人床都会留下很多空间，所以我们就觉得做卧榻收纳最大化。你等等啊，姨姨忙一下，姨姨忙一下，姨姨忙一下，好来吧，姨姨来检视刚整理完的书。我们用了我们那时候租房子的两张 IKEA 的书桌，这个是系统柜哦，就让它可以接在一起。系统柜的那个线槽有挖一个孔，然后也把 IKEA 的桌子挖一个洞，然后线可以走过去。我就把线戳进去，然后拉到后面，线槽里面有一些延长线这样子，收在里面充电，然后就 iPhone 可以在哦，手表在桌面上尽可能的最少的线。没有办法控制了吗？我们一开始也连车都没有买，就是觉得就是都坐捷运车也没关系，都比买车便宜。是是，然后我们假日带他们出去玩，我就会租 Iron 出去。然后后来一个最关键的那个转捩点就是时间。你当然可以租房子，你当然可以租车，这些东西的共同点，租都是最省钱的方式。现在有小孩之后需要时间，所以我后来就是觉得，如果钱可以买到时间，那很划算。他也想要一个自己的厨房，他就不想一直吃外食，外送越来越贵，我们不如自己煮好了。就是省钱是没有省到什么钱，但是至少你都是选择自己要的。大概可以睡一个小时，就最关键应该是离家人近，家人会帮我们照顾小孩，每天一到五早上，我们才能去上班。然后这个环境算是我们很熟悉，因为我们从小就在这里长大。然后再来就是采光吧，虽然说我们楼层没有很高，但我觉得至少采光是好的，就是客厅是亮的。然后那时候有一个命定格局，那时候我刚刚说，只要我们看到那个客厅沙发摆这样，窗户落地窗在右手边的，我们都要看。为什么？就是不知道那种装潢最好看的都是这样子，就是客厅一定要有采光，然后一定要从侧面来。然后那一面，如果你喜欢下午，就是西边。哦，所以你们有挑面向？有有有，那时候就是因为这边就是面西北，然后那时候我们下午来看，就是整个阳光都洒进来，然后就觉得好漂亮，然后家里好亮。如果是那种还好，就会一直开玩笑，你可能啊，这个太贵了吧，啊什么之类的。但是真的看到喜欢的时候，其实就很安静，就一直在思考了，我到底能不能买下这里，可不可以住这里？本来我们都是开玩笑的看房子，然后那时候都没讲话。
因为这边是在立建商房子，所以那时候其实房仲也不太会很稀花，一直跟你说我这边学区怎么样，他都没有讲，他都没有讲，他说你们就很熟了啦，就这样，他就说你们自己看吧。哦，然后你们是喜欢这个格局？没有，我是喜欢这边的价格。我早上上班在南京复兴那边，然后我可能九点出门，九点四十就到了，也还好，一个小时内都可以到台北市区了。嗯，假日的话开车出去其实也超快。因为新店有三个交流道，对，所以其实交通、如果开车的话，其实很舒服。所以你们平常，你平常自己在家也会这样做？平常要对啊，如果练习的话，我自己最近是蛮喜欢练倒立。哦，你是可以一边倒立一边聊天的。嗯，可以感觉。现在这个怀疑他还开着滤镜，没有？有听得出来，这个比较有感情的。对对对，感受到是唱现场的。对，对啊。你也要请吗？你要请。四手连弹。四手。那我会只剩一只手。对。你弹，你来弹。